守护台湾，让人民幸福，是民进党最大的坚持。在地方，县市长规划城市蓝图，落实施政，推防疫也拼市政，全力让人民的生活更好。现在就让我们欢迎民进党执政县市长团队一一上台。首先，我们邀请基隆市长林佑昌市长。林佑昌市长展现治理能力，推动港市再生，启动各项交通大建设，翻转台港新风貌，让基隆人找回光荣感。新竹市长林志坚，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用美学创意城市计划，重建丰城新风貌，共创明日新竹。接下来，欢迎我们桃园市长郑文灿市长。郑市长持续推动桃园发展的三支箭，完善交通运输系统，打造航空城，推动亚洲矽谷的计划，让桃园蜕变起飞。嘉义县长翁章良重视农业新政及产业园区发展，要将嘉义县勇敢转型，朝向农工大县目标大步向前。台南市长黄伟哲市长拼观光也拼经济，用三个提升、三个永续策略与中央合作，大南方大发展的计划，要让市民安居乐业。屏东县长潘孟安用创意行销屏东农业和观光，乐活长照，推动社福，让大朋友小朋友都爱到屏东快乐游。在地方有执政县市的努力，在中央由行政院团队成员继续冲、继续拼。接下来欢迎前行政院副院长，也是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高雄市长候选人陈其迈展现毅力与决心，到行政院历练，拼经济、拼防疫，高雄是他永远的故乡。现在陈其迈要回到故乡，用能力来表示当在高雄到底打拼。接下来，我们邀请带动内阁团队的火车头，行政院长苏贞昌院长，敲敲敲上台。有政府会做事，行政院长苏贞昌院长面对非洲猪瘟、武汉肺炎和许多挑战，率领内阁团队前进，拼建设，冲发展，要让台湾防疫最好，发展最好，要让台湾变得更好。欢迎我们行政院长苏贞昌。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协助蔡英文总统带领台湾前进的副总统赖清德副总统上台。今年2020总统大选，蔡英文总统跟赖清德副总统共同守住台湾，达成国会席次过半的目标，凝聚支持。改革的力量，我们欢迎赖副总统。赖副总统，2020年1月总统选举，台湾人民用817万票的选票，给民进党继续执政的机会，期待民进党能为台湾带来更多的进步与改变。现在，蔡英文总统带领执政团队全力迈进。让人民更好的幸福生活，就是我们坚持不变的承诺与价值。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民主进步党党主席蔡英文总统上台。蔡英文主席带领着民进党站稳脚步，继续前进，也号召更多的拉台派用行动改变台湾。我们邀请在场所有的全国党代表以及与会的贵宾，给我们的蔡主席最热情的掌声。蔡英文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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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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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座的许信良前主席、姚嘉文前主席、卓文泰前主席，还有我们行政院苏院长、赖副总统，各位党代表同志，还有在我们台上的各县市的执政的首长，
以及我们这一次在8月15号我们高雄市长补选的候选人陈其迈，还有我们今天在场所有的我们的全国党代表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总统好。今天我再一次以党主席的身份站在这里跟大家讲话，我不是来接受各位的欢呼跟掌声的，因为总统选举已经过了。我们今天大会的主题是团结台湾前进世界，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的社会的团结，也看到的共同体的良善，从防疫至今，台湾度过了许多的难关，而当前最重要的课题就是振兴经济。今天是振兴三倍券发放后的第一个周末，在各地我们都看到了的人潮，有人潮就有商机，看起来振兴这件事有好的开始。我们要谢谢苏贞昌院长所领导的行政团队，以及柯建铭总召领导的立院党团，是不是我们给他们两位最大的掌声好不好？因为他们努力携手，有政府会做事，让台湾克服一关又一关的挑战。但是我要提醒大家，防疫有好表现，不代表人民对我们的每一项施政都买单。我们很清楚，民调起起落落，如果迷失在一时的高满意度，或者是沉溺于现有的执政成果中，那么随时有可能我们会再次失去人民的支持。就像一开始我说的，我们不是来欢呼庆祝的，执政要面对怎么落实价值的重重的考验，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人民对民主进步党这块招牌的印象。因此我要重申两个基本价值，让大家时时记在心里。首先我要提醒，清廉、勤政、爱乡土是民进党不变的承诺，正是因为我们长久以来把这个承诺记在心里，今天我们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进而全面执政。社会上有些人用全面执政必定腐化写剧本，对民进党的未来大做文章。我们务必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用行动来证明这个剧本不会成真。有很多的行业都有专业伦理，督促从业者必须保持比法律更严格的纪律来行事，政治工作者更是要如此。因此我要拜托我们廉政委员会的委员们，基于政治的专业伦理，协助本党制定出更符合人民对执政党期待的廉政规章，让我们的同志有所依循。另外我也要提醒，政府在执政的过程中，或许基于情势环境，必须对改革的节奏有些妥协，但政党必须扮演理念倡议的角色，引领民意往进步的方向走。一个民主政党存在的价值，不仅要与民意同行，更是要提出价值，引领民意。过去30多年来，民进党一直走在台湾社会的前面，倡议价值，引导国家前进，飞核家园、转型正义、福利国家、多元价值、军队国家化，这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的主张，今天都是因为我们在野时期的倡议以及引领，终于透过执政逐步的实现。现在民进党不能安于现状，必须再一次的为台湾思考未来的20年甚至30年的愿景。因此我要求我们党的智库跟政策会要集结全党之力，为未来的20-30年的台湾社会与国家的发展定定新的愿景。当然面对现阶段的挑战，民进党也有4个当前的任务。第一，
民进党要坚持改革，说到做到。改革曾经让我们受伤，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坚持理念，调整节奏，最终改革还是会看到成果的。当前的台湾最重要的改革项目之一就是宪政改革。怎么样让国家的治理更有效率？怎么样让民主参与落实在生活当中？这将是宪改的当务之急。除了朝野有共识的18岁公民权，近来在野党也同意要推动废考监，这都可以优先进行。也要尽快提出我们的党版修宪方向，让立法院的党团可以在修宪委员会中有更多讨论的基础。我要恳请在野党一起珍惜这个宪政的宪法时刻。有不同的政治意见是民主的常态，但意见不同不该成为让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相反的，正是因为意见相左，彼此琢磨出来的共识才显得珍贵。我们的第二个任务是民进党要培养青年为国举才。上一次的大选，民进党招募了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的参与，我们的竞选团队、我们的党务工作到候选人本身都有新的思维、新的气象。过去两个月，党部也积极地推动青年入党，创下2周增加2000名党员的纪录。但是我们很清楚，执政需要更多的人才，除了选举干部跟政治幕僚，我们也要在各个专业领域培养更多有能力、有现实感、愿意跟我们一起为理想打拼的好人才。我们不只是要征询他们的意见，要让他们参与执政历练，让他们成为接班梯队，为台湾的未来留下更长远的资产。我们的第三个任务，民进党要深化民主，在国际变局中守住台湾的价值。这一次在疫情当中，台湾用好的表现证明了我们民主体制的成熟，能够在灾难当前时有效率地化解危机。民主就是台湾最闪亮的一块招牌，也是我们前进世界时最重要的一把钥匙。但是在未来几年中，台湾民主面对的外部的挑战依然艰巨。我们看看邻近的香港，自由与人权正受到强力的冲击。在这个时候，我要再一次的重申，自由、民主和人权是台湾最重要的价值。民进党既然是执政党，就有责任守护台湾的价值，不对威权低头，不对恐吓屈膝。民主进步从来都不只是这个党的名称，而是我们要为台湾守护的价值。民进党作为经历过威权打压、参与过民主进程的政党，我们也会把台湾实践民主的经验贡献给国际社会，并给予争取民主的香港朋友更多的温暖。最后一个任务，也是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要共同打气的，就是眼前关键的任务，民进党要打赢补选，重新找回我们高雄的光荣。在我身边的是我们高雄市长的候选人陈其迈。2年前他跌了一跤，但他承担起各种冷嘲热讽，接下了傅格奎的担子，重新振作起来。这一年多来，从猪瘟到肺炎，从防疫到振兴，投资台湾产业转型，陈其迈无一不行不语，和我们的苏贞昌院长一起带领有政府会做事的团队，克服了各种的难关。当前高雄的许多的建设规划、产业蓝图，都是其迈念之在之一手规划主导的。中央执政的历练给予其迈更成熟的经验跟更宽广的视野，让他从其迈1.0变成其迈2.0，
就像他说过的，没有一个一流的选手永远都拿第一名，最重要的是跌倒了能够立刻再爬起来。现在爬起来的奇迈，2.0 的奇迈，有机会再一次的竞选，争取高雄人的支持。各位同志，我们一定要全力帮奇迈选赢选好，这样好不好？两年拼四年，把高雄的光荣找回来，把失落的市政补起来。大家准备好了没？好，准备好了没有？好。我也要对前党同志下达动员令，距离补选剩下不到的30天，每一个人都要尽最大的力量，一天当两天来拼，跟奇迈一起为高雄赢回昔日的光荣。各位，民主进步党是台湾的执政党，我们不只是要用更高的标准的专业伦理来要求自己，更要引领台湾的社会继续进步。我们要让人民相信民进党是一个勇于改革的政党，相信民进党是一个愿意栽培新世代的政党，相信民进党是一个坚守民主价值能够带领台湾勇敢走向世界的政党。我们肩上的任务就是要把执政的担子挑起来，坚持理想，稳健前进，团结台湾，前进世界，引导国家不断地往前进步，让台湾一天比一天更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主席，我们肩上的任务就是要把执政的担子挑起来，坚持理想，稳健前进，团结台湾，前进世界。我们相信台湾一天会比一天更好。我们谢谢主席。谢谢主席。那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执政团队、总统、副总统还有孙长官，我们向前一步，我们一起牵起手，来先为我们的执政团队加油一下，好不好？我们的执政团队有政府会做事，帮忙加油一下。我喊团结台湾，请大家跟着喊：前进世界，团结台湾，前进世界，团结台湾，前进世界，团结台湾，前进世界。那嘛，那嘛，噶陈其迈高雄市长候选人嘛，该加油一下，伊会较好，就是头拄仔有讲的。光公营倒三盖，两年变四当。我喊前面一句，请大家跟着喊后面这句：公营倒三盖，两年变四当。公营倒三盖，两年变四当。公营倒三盖，两年变四当。陈其迈，倒三。陈其迈，倒三。陈其迈，倒三。其迈，其迈，其迈。倒三，倒三，倒三。奇迈，奇迈，奇迈！登山，登山，登山！感谢咱所有的贵宾跟咱的党员代表，也谢谢我们的总统、副总统，还有我们的执政团队各县市的首长。感谢大家做伙打拼，为台湾继续前进世界。